其他杂物。屋子里面看进去空荡荡的，门窗检查下来，好奇怪，明明像是如果是趁主人不在。检查的这么仔细，那你们猜出这里发生什么了没？叶兰，你没有。我跟你们是一边的。好吧，我认输，我想不出来。你呢？你也认输了吗？嗯，确实。说实话，很久以前那段诡异的音乐，村民为了保全性，后来只要听到从前那段旋律，他们就会下意识觉得又有山贼来访。这一幕的犯人正是利用了这点，进出才没受阻拦。原来我们的受害者现在的重点就看如何才能找到这。放在平日，多半搜查一下周围，你就会特意避开你。但可惜了，我在追踪方面是行家，这点小伎俩在我面前实在不够看。看样子我们只要跟别走丢了，既然追求稳妥。来看这边，很浅但很低。对方的前进速度变快了，一般来说带着重物跋涉，越到后面体力消耗就越大，会出现这种反常，我猜与心理因素有关。比如已经快到据点了，是谁？我来吧。一派胡言，我还会怕你们？那你确实你做了错误的选择。你很疼我？居然是那么不好对付的人吗？事已至此，豁出去了。叫得有点晚了，差点收不住手。我错了，我自己交代吧。你只有一次机会，别让我。我明白，这不是您别看我是盗宝。好啊。哎，不敢不敢。嗯，我想来想去，我就那送到嘴边的肉，就我现在已经。你是想从轻处理，或者私了？别让你是。小算盘倒是打得不错，跟我走一趟吧，先把东西还了。嗯，你也曾是受害者，难道贪欲？您说的是，收尾工作我会顺手处理掉。嗯啊，暂不清楚你们的消息来源，安全起见，回去后不必向任何人提及我。搜查和抓人原本就是你们在处理，
这份功劳归给你们。再见，预祝你们海灯节快乐。叶兰做事真利落，佳佳。话说回来，最后也没找到鸡，对吧？对吧？跟德沃沙科大，平时我们听，没想到音乐还能被拿来做这种，对了。回来了，事情已经办妥了。好的，两位，好久不见。哎呀，大家都既是熟人，我理应请二位进来。但如你所言，演出后还事情啊，总是这就你们来时，那个好像是明海七侠真君。相传他行事自在，待人真诚，知此繁盛，如果能有乐声伴随流水传遍四方，不知道他们在天之灵应该会喜欢的吧。毕竟按您光想我听说途中若是发生什么趣事，赵静，令赤儿，别担心。赵静，令赵静。令令，去，赵静，小天神，看看这个，帮帮忙，令令，去，令令。
这心，这样。别担心，小心着火。令令，是，正心。好。
最近八重堂穿越异世的小说也太多。就对自己的世界如此不满吗？
Thank you.
Thank you.
以皇女之名。现身吧，奥兹！给我下马劲儿！希望能帮上忙。西弗里特式，确认安全距离。永不宽恕。已做好万全准备。一决胜负，寒冬终会到来。
这儿！风之神，请指引我们。散！职责到了尽头。令令，正气！哎，好痛啊！帮帮忙！看看这个，我这里疼。让你大呼看看，都去！
正气，小尖啥？小心着火！显化，赤，正气。啊，就这样。别担心，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吗？见习巡林员报道。是，全都看见了。帮帮忙！只有这些吗？令令，正气，小尖啥？
速之客，傻包可有了。是，赵静。想躲到哪儿去？休养生息。撤退了。不急风起。